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Symphonic Life Behat。 现在是12:53，这个是我双剑论鼓里面的一个 Joint Member 所问的鼓呀。如果你也想向我问鼓的话呢，你可以 Join 我的这个 Channel， 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。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底部啊，这边呢就洗了一轮，我们叫在底部就 consolidation， 就叫筑底吧，筑底。筑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MA20、MA60 都是向上扬的啊，看到吗？向上扬，这个当然是好事。向上扬之后呢，它就突破了这一个筹码峰，就飙上去了呀。如果那时候有跟到的话，这个突破呢是一个不错的买点，尤其是这个 MA20、MA60 都是已经往上扬了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买点来的。现在突破上去之后，连续上了几天呢，又开始回来了啊，回来了啊，有个红色的，它就跑出来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它上得太快，现在一个是一个健康的回调，健康的啊。如果它回调再继续往上去，这个就是一个 L， 这是还有 low， 就是一个第二只脚啊，第二只脚，这个也是一个买入的讯号呀。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还要回调到哪里呀，所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回调到4.6啊，所以0.46，现在是0.49嘛。如果有机会回到0.46，就是之前这个颈线弹回去的话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边出现一个止跌回升的一个 K 线，又有量量的这一个呢，肯定就是一个买入信号呀。当然如果跌破这条线的话呢，这个就不用看了，暂时就不用理它。它只要出现这种形态，就说这个上去回来就上去，这个呢就是叫做第二只脚higher low， 这是 low 啊， higher low 啊， 这个就是一个买入信号， OK。 但是要注意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套牢盘啊，要突破这个套牢盘呢，我觉得是很困难的，它要洗很久下。这个套牢盘的开始的阻力线就是 0.52 啊， 0.52， 就是说 0.52 到 0.6，这边有一大堆的套牢盘，我说这本来叫冤文，等着解套的，要上去这边呢，要突破这个 range 是非常困难的，是比较难搞一点呀。我的看法是说，它可能会上去回来，再上去这边的时候，可能突破又回来的 ，OK， 又回来，然后就叮叮咚咚了 ，OK， 这个是我的看法呀，现在当然是，如果是现在的话呢，现在当然是不适合去跟进，看它有没有机会在这边 0.46 0.47 左右呢弹回去啊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买点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对 Symphonic 的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。OK， 但是注意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套牢盘，谢谢大家。